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攻关克难中，我们海燕团队潜心研究，打破国外技术垄断，填补国内空白，创新关键技术，与时间赛跑，与自然较量。不久前，海燕以10619米再次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的世界纪录，这是我们新的起点，还有更多的未知需要我们去挑战。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的过程中，90后正成长为可堪大用的中坚力量。五年磨一文，时光赋予努力意义，唯有放下焦躁，踏实做事，才能找到我行之大路。同为90后的我，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。从创办挂面厂到互联网加医疗危房改造，我有幸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总书记曾经说过，工程不必在我，但工程必定有我。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。从天津大学毕业以后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探索着中国的屋檐、转角和工业文化的结合，用建筑语言讲述中国故事，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自信。从2018年立项到2019年10月正式动工，我国地震工程领域首个大科学装置落户天大，我们手握国之重器，向全世界展现伟大祖国的创新能力。壮阔的时速五即将起航，身处新时代的天大人，我们邀请你一起接力奋斗青春，承载民族梦想，肩负家国使命。追梦路上，我们与你同行。当梦想跨越世道，让光阴虚